更加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解说位跟这个球台之间啊，还坐了相关的媒体的记者，就是现在我们的视线是完全被封挡的。现在是我们只能凭借着场地上这块大屏幕吧，看一下双方这个比赛的一个进程啊，积分牌看不到啊，就是说非常感谢王指导，难为您了。现在对方山东队积分是三分，魏桥是三分，咱们是31分，三十一分。所以现在按这个比赛的竞赛的规程来看，那个胜者呢，胜一场呢得2分，负一场呢得1分。对，那么就说今天这个比赛呢，那个魏桥啊，这个队三魏桥这个队伍，他不管是输还是赢，这个大伤呢，八一大伤那个队啊，这个比分是超不过他的，连不上。如果是说魏桥输了的话呢，那魏桥积分就是34分，那么大伤如果是赢的话呢，才33分。所以说这个魏桥呢是始终就是在就这个在第一这个位置上，就第一阶段啊，或者第一这个位置上是没法动摇了。对，现在这个第二呢，就是说八一大伤呢，他也是锁定了第二，也是无法动摇的。对，下面还有三个队，一个上海一个队，还有一个叫霸州吧，霸州海润一个队，还有个山东鲁能一个队。对，这三个队呢，其中要掉下一个队了。那么那就要看一看他们三家比赛的情况。对。如果是说，那个，霸州这个队和这个鲁能的队，他因为他们两个人现在都是27分，他们俩是一样的。那上海这个队呢，他是28分多了一分。如果今天上海是输了，那么那两个队的话呢，要是都赢的话呢，这样的话呢，三个队比分这个积分相同29分。29分的话就形成三家的要查分。对。查分谁最有利呢？就是霸州最有利，其次是上海，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涉及到第二阶段的。那两按这个比赛规程来看的话，就说，第一阶段，获得第一名的，俱乐部队，在第二阶段呢，他锁定1号位置，那么他们还有一个优越的地方，就是他们可以在3和4名这之间选择一个他们认为比较能够就是比较好打的一个队吧。那么他们有这个选择权，这是优势啊。这是相当大的优势。对，可能有些观众朋友刚刚打开我们的电视机啊，再跟大家通报一声，这是本赛季乒超联赛第一阶段比赛最后一轮，也就是第18轮。八一大伤主场对阵山东魏桥的比赛啊，刚才呢王指导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八一大伤呢现在在积分榜上排在第二的位置，山东魏桥呢是排在第一。那么这场比赛无论结果如何，其实这个排序是没有变的，变不了了。变不了了的话呢，就是现在要看一看，就是咱们现在看这场球，可以想到其他的3、4名。加油！但是从魏桥来看，他们如果是上海上去了啊，对，他们选择上海，他也不好打。他们这个现在哈这个情况，如果是说给了我们，他们不要，排到我们这样的话呢，对，因为第二场呢，这第二阶段是属于那个赛会那个淘汰制的，那是一场球就完，对，就这样情况下呢，如果是排到我们也不太好打，对，这么情况，7-8，加油，终于加油！周宇啊，八一大伤周宇，他是个左手投握球拍的人，弧圈结合那个快攻的，特别善中台中偏远的球，这个技术他用的比较好，那个个子也大，那个进攻啊和防守这方面都挺大的。照顾面子也很大，比较有力，胳膊长以后呢，他摆速肯定要慢，他慢，所以呢，他退出台的话就解决这个问题。对，而对方的延安，他这个呢，就是比他要靠得近，打得要虚。对，是这么一种球。这个球，这个你看延安这个球，终于一个左手发到这个延安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那么延安呢侧过身来用反手，直接拉接还没有拧，没完全拧，就是就
半冲的那种状态接的话就质量很高，那周瑜回球正手回球的话就失误了。就相对来讲，严属于这个在周瑜面前就是属于小快灵的选手，小快灵应该是说的，球变球快啊。那周瑜呢，就是控制范围要比他大，大，哎，退了台以后啊，周瑜啊就要占便宜了。周瑜呢，中远台这个相持能力很强啊。然后下一阶段的比赛有半决赛，然后决赛啊。剩下的比赛，因为这个第一阶段的比赛呢，属于这个主客场双循环的。双循环，哎，对对。剩下的比赛呢，就是属于赛会制了。赛会制，赛会制的话，决赛呢，根据那个中国足协公布情况哈，决赛呢就是在12月29号到31号在合肥举行。半决赛、决赛都在合肥。都在那儿，这样就是说今天来讲，就是最后一个客场或者是说主场，最后一个。那么第二阶段就没有主客场了，是吗？对。山东魏桥这个队啊，这个这次超乒超联赛啊，他们这个成绩非常非常突出，打到17轮，终于一场没输过吧？不，输过一场，是输了一场，哎。咱们大上是输了三场，对。所以他一个是看出了他们的实力，再一个发挥稳定。对，哎，11平。我们这个角度没办法，就看不到，只能等这个屏幕了。屏幕显示。刚才还能在这个缝隙间看到一点点，现在是完全被这个周围的人给封堵住了。让我们几位主队加油，周瑜，加油！刚才这个球呢，周瑜完全可以侧身吧，偷他一个，偷直线一个急球，结果他发了一个中间位的一个短球，回球呢，人家回球完后，你再自己再回，丢掉了，丢掉了，丢了。其实呢，本来啊，我们是希望今天这场比赛啊，能够看到一场巅峰对决嘛，对对对，啊，山东魏桥是先下一城啊，13-11，这个。现在的问题是对方把马龙给雪藏了，这个按照竞赛规则，作为教练员都会要充分的利用这个，因为我在我的名次不变的情况下，就是流利嘛，你第二阶段并不好打，那而且是淘汰制的，对，那个马龙说在从奥运会回来以后一直都没有挺过，没有很好的休整，对，再加上这个比赛，马龙这次这个马龙的这次中超联赛吧，可能输了6场球了，好像，其中就包括呢输给了这个樊振东，哎，对，那么这样的话，马龙也确实很疲劳，对，那么应该进入一个调整期，对，紧接着再打这个比赛的话，就说在很疲劳了啊，他俩的国际排名现在就是第一跟第二，哎，这那个是那个马龙第一啊，对呀，那个谁樊振东第二，今天樊振东啊。咱们没有流利，也是算是给主场啊家乡的球迷，希望能够看到我们最高水准的一个表演吧。樊振东马上就要出场了。下一轮樊振东对阵的是薛飞。薛飞这个队员呢，是他们那个魏桥啊最后一个队员，排名最后一个队员。对，也就是说，应该说是个小将。就是想要田忌赛马。就这个时候呢，魏桥呢，其实这样他挺聪明的，就是说让年轻队员锻炼。另外，你现在樊振东现在的位置不一样了，他现在已经是在进入到国家一线队的核心位置上，核心主力位置。像这个方面，周瑜，这个而且樊振东呢，所建立的现在所经历的场面很多。国家队重点培养他。对，那薛飞来讲呢，你是小年轻的嘛，你和高手过招，很好啊。对，那么现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像薛飞这样的，他是没有任何包袱的。对，现在我想哈，魏桥的这个教练，魏桥教练，尹霄教练，他很可能就是让这个薛飞上去，就是聘你樊振东。对，聘下来了就聘，聘不下来就聘了。但是我要你去聘，那你不要去怕，对吧？终于。
加油！而且乒乓球现在这个分数改了之后啊，包括咱们国家这个乒乓球这个水平，你很难说啊，这个绝对的国家队的主力球员就在每一场比赛或者每一局比赛当中都发挥那么稳定。对，偶然性确实有。哎，这个本身吧，细分赛制吧，就是偶然性就很大。对，这次比赛吧，还采取了第五局采取七分制。对，那这个玩就更大。但是这个观赏的程度更刺激了。对。现在应该是延安发球吧？啊，延安发球。加油啊！抱歉，我刚才一直没看到那个。现在是第二局，还是周宇跟严安的比赛。第一个是10-12。第一局。好，这球应该说发得好。哎呦，就是慢啊。犹豫，让我们继续加油，终于，犹豫，加油！今天那个周宇啊，这个正手啊，连续拉，打的话呢，失误比较高。到目前为止啊，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而且吧，严安呢现在也盯住他正手了。那也就是说，周宇在整个的技术上，基本上反手要好于正手。互相之间太了解了，太了解了，他们都是国家队的。加油！其实这个比赛就是一个国家队的这个内部的，对，就是这一个比赛。天天都生活在一起，训练在一起，比赛也非常非常熟悉。而且我记得王指导以前跟我说过啊，这个运动员啊，其实在联赛当中也是为国家队的比赛在锻炼啊，甚至有的时候呢，你为了强化自己的优势跟特点，在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就是我这局比赛可以变化，但是我不变，对，我还是要强化自己这个。对对对，是这样讲。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国家队训练啊，他本身来讲就是这个核心队员呢，这个针对性就非常强。比方说，因为他要迎接国际比赛，还有世界上的那种这个特别的优秀的选手，其实呢，在整个国家队这些人里面哈，那么有很多人就扮演了这种角色，那么他们在国家队所练的东西，教练所训练的东西，现在可以在这个联赛中可以使用。教练呢也可以检验，加油！你比方说，今天吧，那个吴俊平教练就来了，国家队的吴俊平教练来了，他就可以在他平时对他们的训练，然后你可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去检验，我这个训练计划周不周到，合不合适，哪条需要改进，需要调整，他本身就这样的话，如果这个队员再转到另外一个教练手上说，他可以把这些材料资料都转过去，叫骑手说，这两个。这个现在国家队教练应该是在各个的主客场看自己队员的比赛，应该是这样。你看，现在这个周宇啊，这个就退不出去。退不出去的话呢，正好掐在中间，这个就夹死了，所以你防守这边也变了。这个严安的盯住他的正手和中间位一打的话呢，反手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对，压住了以后呢，再去调你那个反手去，再压反手呢，你反手反倒位置不够的话呢，也打不出来。擦边。周宇的强项就是反手。反手很好的。其实呢，从现在的变化来看，他自己也在努力克服，好像这正手这边呢，自己挺重视的。对对对。但是这个一时半会儿啊。优势就是优势，短板就是短板。再一个，你看一下现在国内比赛其实打挺多啊。
打的挺多的话呢，比赛呢它和训练它不一样，它是一个比赛，其实是一种破坏性的训练，那个你在训练中所得到的，所训练到的，到比赛呢由于发过大的发力，对啊，然后呢调整和调动，在这种环境中，使用你这就是容易走形，所以一个大比赛以后啊，大概都要进行一些恢复训练。现在比分好像是7-10，10-7了，那个严远领先，好像是啊。这咱们现在看不到，也这个大屏幕它反应也不及时。看，这球发不错呀，看这球，4-2，还真是11-7，就是在10-7，啊，这样的话呢，现在延安就2-0领先了。在立桥在没有马龙的这个情况下哈，这个延安担任了第一单打，这个，那么从我现在来看，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延安来讲还是非常非常拼的啊。这个队员啊，延安。在个人排名啊，这次平常联赛在个人排名中哈，延安排在呢前八名里面，他排在第八位，延安，那第一是许昕哈，第二是马龙，第三樊振东，第四梁靖昆，梁靖昆这个队员很不错，第五是那个方博，三鲁能的哈，再一个就是这个魏桥的这个林高远这次也是相当不错了，对，整个是胜27场比赛，赢了22场，仅仅是才输了5场。对，今天林高远应该是搭档薛飞打双打。对对对，林高远打双打和打第五盘，咱再一个第七就是咱们大商的，八一大商的，那延安呢是排在第八位，山东一强。对，这里面魏桥呢占了3名。八一大商的占了2个，需要解释一下，刚才王导给大家介绍的是在这个赛季乒乓联赛的一个积分，乒乓联赛不是世界排名啊，我们刚开始提到的这个世界排名，是世界排名，对，马龙第一，樊振东，马龙第一，樊振东第二，对，看一下这个延安这个爆发力啊，要好于这个，对，刚才的正手那个抢攻啊，打得非常，质量非常高，已经2-0了啊，大成可是啊，从第二第三大比分2-0，所以说这场比这局比赛啊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个现在啊，这个周宇啊在第二轮开始啊，他就一直出现领先，在中局的时候呢被这个延安呢反超，那现在第三局开局吧，现在这个周宇啊又领先，你看大屏幕显示一下比分就好了，现在应该是换发球了，但是我们看不到比分，这个转播席啊，看着是确实很难受啊，很累，现在看不着比分牌看不着，咱们两个是瞪眼珠子瞅着这个大屏幕，对，就希望它转换快点也行哈，可是转太慢了，你先，这球发的是真不错，就发的中间那个半出台的球，周宇是真难受，现在周宇接发球位置调整了，往中间站了站，你看这个接发真的接好，这个延安这个球啊带拐的，虽然咱们看不清楚哈，但是咱们从那个动作哈，来讲看到一下哈，他这个是带拐的，所以说这个左手呢，这个谁周宇啊，接起来不是太好，漂亮，好，巧拉得好，防得好，造防。
现在是不是应该是周瑜领先啊？看不到比分。漂亮！这个你刚才看到周瑜那个接这个就是防守吧，板头就立起来，说明这个延安这个落点打得非常非常准，就中间嘎吉窝这儿，对，哎，握拍嘎吉窝这儿，打那没办法，这哎。这接着真别扭啊，真别扭，确实别扭，哎呦，看都别扭了。好啊，这时候大脚的时候借角度反驳大脚，哎，大绿屏，你看刚才还是周瑜领先嘛，这追平了，刚才应该是6-4周瑜领先，对，这两分是叫那个延安呢就连续两个发球，跟前两局这个形势有点像，有点像，你中局又平了吗？嗯嗯。好，但是我认为来讲，这个周宇刚才这球发的不错，左回右旋这个球发确实不错，嗯，不太往前走，往侧拐，这样接下来呢质量不高，嗯，那周宇是用反手来的，反正就是那个拉冲啊，冲的啊。冲了以后呢，这谁呢？这个延安回球出界，这个球，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叫落点打得不够准，哎，不像延安打得准。对。哎，形势有利。又在中间吧，你看看别扭了，对，哎，就接得很损这个位置。太可惜了，这球发的没有错，发再长点，再长点，然后呢，这个谁啊？这个延安接回接肯定要长，这是上手，好上手。他是准备要上手，但是这球发的不太严密。其实这个球应该说，应该在短的来讲，应该说发的很好。哇，这个延安的反手的弹击这么好。谁叫停的呢？哪一方叫停？看一下，哪一方？周瑜吧，是不是8-1的？应该9-10。啊，8-1，周瑜叫停，发球权在延安手上。这球太关键了，那要是如果是追到10-0的话呢，就不好说了，对不对？输掉的话，那不3-0了吗？这局要如果能扳回来呢，那下面还有希望呢。对，这局咱们是接发球，接发球啊，看延安。发了个不转的，这球发的有短一点，短了一点，但是不转。那周瑜挥击过高，那不肯定要被打吗？对，
紧了。大鱼鸡准备加油，终于加油。他这个紧呢，表现什么呢？他想一板把对方给摁死。对，这姿势太过了，你稍微柔和点，回头你压着反手，他就从一回头，你回头不还可以打他吗？这个也着急。都一样。真的一样啊。所以说优秀运动员有的时候心理素质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到一定的阶段的这个技术层面啊，大家可能相差不大，就看临场发挥。王导，您说这个球是什么原因？是心理层面占主因呢，还是技术的问题？不是，是控制过度。控制过度，想把球回短。其实周宇这球并不太短。发的，他也想非常要想短，短后不想让周宇，不想让周宇呢上手。在这个时候打到十平以后，打到就是说打到四十以后。那么大家都想在前三板解决问题。前三板拿不下，打出相持来，谁往说？终于加油！心态有没有问题？也有问题，因为太过于怕了，所以他这个就错过了。我想平常训练不可能这样球哈。那除非说你确实特别特别帅啊。一般的情况，你看今天周宇发球弧线就比较低，擦网很多。这都是紧的关系。老想把球发转一点，发的精一点，严密一点，防头来不好控制。加油，周宇！加油，周宇！十四十二，这局很关键啊！他这个一个是这样，这个呢，前面两局，四平，四平。他们这个比赛前面肯定都这样的，就是这样啊，包括那个第二盘上场的那个哈，那个叫薛飞吧，他肯定要干啥，要死拼樊振东，他对樊振东他没有退路，对啊，他也你也别想捡便宜，那樊振东现在的水平，对吧，和他所处在位置。都是一个他越不过的不过去的外的看看第四局比赛啊。所以说他们对于这个第一单打非常重视的。那当然了，你这而且严恩是打第一主力，他你第一主要丢分的话，而且现在2-0领先情况下叫周宇返回一局了，然后呢对整个那个魏桥来讲，山东魏桥来讲，那也是很大个压力。这样的球吧，就我看周宇哈，你现在都退出台了，为什么不拉呢？要打呢？下面几位主力加油，周宇，加油！杨洋刚才那两个回球，其实还质量不是特别高。对，有点软，对，软的，对。但是周宇可能也是着急，没把握住机会。对。
一局要是能拿下来，哎，就理想了。嗯，那当然，这个那个第五局采用的是七分制。对。那追上两局啊，那延安的压力就够大了。没错。那么谁呢？这个那周宇呢，相对就能放松一点。对。啊，这球没还原不到位。加油，周宇！呀，现在延安4-1领先啊。看延安，你看，你看延安这个正手连续爆冲那个。这个拉多好啊，拉怎么样啊？周宇，加油！周宇，你冲进来就直接压着周宇的反手，你不反手好吗？我就压你，让你退开，让你撅起来，你就我靠了。所以周宇被逼没办法，他要侧身，我要反冲点。对，哎，反手为攻，他得必须得扭转这个突势啊。现在5-1应该是5-2吧，那个延安应该领先。漂亮，这个球救得很漂亮。救得是真漂亮。周宇，你的意外球吗？对。加油。而且你还看到一个事儿，就是延安他的手感特别好，嗯，挂网了以后呢，掉了台腕，就这么短身，能把球很好的控制过去，不高，对，还不高，对，对，然后自己还能再上手，嗯，这个手感是非常不错的，上手，漂亮。哎，你刚刚看那个谁，那个周宇发球差了多网，差多少个了？我怎么觉得能有5-6个了？4-7。啊，这个应该是山东那个魏桥要求暂停，应该在哪边？哦，对，是山东要去暂停。在这个今年那个乒超联赛啊，嗯，那个王浩是作为一个注册教练，嗯，但是没有范长茂，但这次咱们看到范长茂仍然担任那个第一教练，嗯。周宇现在联赛的排名，个人排名第7。第七。嗯。胜18场，输了8场，一共打了26场球。嗯。今天是第27场球。嗯。延安是第8。延安第八。两个人紧挨着啊。延安这个现在来从这个我们这个统计表来看哈，延安出场的次数呢？不多，一共才出场了16次。对，这个是出场26，那差不少呢。没错。啊，完了，延安的是胜八负八。嗯。
其实来讲，看屏幕吧和看那个实际的哈，它就有很大差距。对，角度问题。这个咱因为咱们现在这样。漂亮漂亮漂亮，烟发挥的真好。9-4了。杨安今天是真是稳准狠啊！掌声送给加油，终于，吴立加油！我总感觉到今天的周瑜哈，哪个地方憋那个劲儿，就是顺不过来。看到有些的地方都不协调。您看他刚才反手的回力球，好像也不是特别的舒展。对，你看，像这样球能丢吗？就这样，我刚才在这个角，我看见从那门缝里，像屏幕没有显示，我从那刚才我从那看到一下，就是这种反手球，人家拉一会儿很正常，就能粘过去的球，那都能跑到外面去吗？3-1。哎呀，3-1。看看，看看，樊振东啊，看樊振东。其实比赛之前，咱们就说放松心态看这一场。这场比赛胜负呢，无关乎最终的一个第一阶段的结果啊。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可能看球星的这种感觉，比比赛最终的一个结果要重要。我看是，我看，你就看那个现场观众。